很多初学者都觉得 Linux 枯燥难学，不好入门。Linux 命令行与英文歧视让不少初学者望而却步。Linux 知识纷繁复杂，你该从哪里学起？ Linux 的内容浩瀚如海，如何才能循序渐进？请跟随我李明，请跟随我沈超，带你走进 Linux 的大门。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兄弟连细说 Linux 配套视频，我是沈超老师，在屏幕上有我的微博联系方式，还有兄弟连的官方论坛，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跟我进行交流和沟通。那么本章我们继续来讲 Linux 软件包管理。那么本章开始我们来讲解 YAM 在线管理。那么前面我们学习过了 RPM 包命令管理，但是这种管理方式最大的问题就是依赖性。我们前面装了 Apache 包，它的依赖性非常多，安装起来其实非常不方便，安装起来很不痛快。那么 YAM 呢，就是为了解决这个依赖性所做的开发的这种安装方法。它的好处就是你只要告诉你的系统你需要安装哪个软件包，它就会自动的到服务器上把这个软件包下载回来，同时把它依赖的软件包也会自动下载，而且会自动安装这些所有的软件包。也就是说你只要告诉你的服务器需要装谁，剩余的所有的过程都用 YAM 自己来解决，包括依赖性这些问题，包括库文件依赖，包括环形依赖，这样的问题全都会自动解决，会变得非常方便。哎，那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下这种 YAM 的在线管理。哎，它既然这么方便，我们来学学它怎么用的。但是 YAM 虽然很方便，大家需要注意它也有一点小问题，并不是说 YAM 必须要在线，也就是说必须要上网，不是。虽然在我们有些情况下不能上网，我们可以拿光盘来作为本地 YAM 源，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所有的 RPM 包都在光盘里，那我不能上网，用光盘来做 YAM 源也是可以接受的。那么 YAM 的问题不在这里必须上网，而是 YAM 是在很多红帽子公司，很多这种 Linux 公司，比如说红帽子，他认为这是一个售后服务，你需要买他的红帽子的官方注册码，也就是说你需要掏一定的费用才可以使用 YAM。 但是我们用的是 CentOS， CentOS 目前来讲是不需要做任何付费，包括 YAM 也是完全免费的。哎，所以这个限制对我们来讲，对我们学习来讲没有问题，但是万一在生产服务器上你用的是 Red Hat 系列，那么可能需要注意你需要付费之后才可以使用 YAM。好了，说了这些，我们开始进行 YAM 管理讲解。讲之前还要说件事，这个事情是我们新的学员非常容易犯的事情，就是什么？大家看我的标题， RPM 包管理的 YAM 在线管理，啥意思？ YAM 和 RPM 手工命令管理管理的都是 RPM 包，它都是 RPM 包管理，我们并没有 YAM 包这样一说。我们很多同学尤其是初学者经常会说 YAM 包 YAM 包，这种概念是错的，没有 YAM 包。 YAM 命令管理的同样是 RPM 包，跟 RPM 命令管理是一样，区别仅仅是 RPM 命令是手工来进行安装卸载查询， YAM 是自动来进行在线安装，最主要的好处就是用来解决依赖性。好了，这个事情注意啊。那好，我们开始讲我们这节课的 YAM 安装内容。那么 YAM 安装呢，我们分了这样三个小节来介绍。今天先来介绍 IP 地址配置和网络 YAM。 那么既然是要用网上的服务器来作为 YAM， 那我肯定得让我的 Linux 可以正常上网才可以。前面啊，我们虽然为了使用这个远程工具，使用这个远程工具给我们的 Linux 配了 IP 地址，但是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它是使用 ifconfig 命令后面直接加 IP 的方式，哎，这样来配。这样配的第一个问题是临时生效，一旦重启我的 Linux 或者重启网络服务，这个 IP 就会消失。还有用这种方式来配 IP 地址只能配 IP 和子网页码，如果我要想上网
还需要网关和 DNS。 要想上公网，如果是在内网访问，我只要网关和子网，只要 IP 和子网源码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要想访问公网，访问互联网，网关和 DNS 不可或缺。那用 ifconfig 就做不到这样的功能。那我们今天来学习一下，我们如何可以真正的给我的 Linux 配置一个 IP。 当然配 IP 有非常多的方法，我们说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利用红帽子系列自带的工具 setup。 这个命令非常方便，而且它是窗口模式的，使用起来一目了然。但是小心，这是 Red Hat 系列专有的命令，如果不是 Red Hat 系列，不一定会有这样的 setup 命令。那如果没有 setup 命令，那么我们后面还会去讲真正的 IP 地址配置方式怎么来修改配置文件来配。现在呢，我们先用一个相对来说简单的方法 setup。 回车就会出现这样的方式，窗口模式非常简单。第二项是网络配置，回车上面是配 DNS， 下面是配 IP。 那么先配一下 IP。 我们说了 Linux 当中 ETH0 代表第一块网卡，那么回车给第一块网卡配置 IP 信息。如果这块选择了星号，代表自动获取 IP。 那我现在不能自动获取，因为要想自动获取，在局域网内要有自动分配的服务器存在，也就是说要有 DHCP 服务器存在。我们在当前的网络环境下没有 DHCP， 那我就只能手工配置，摁空格把这个星号去掉。下面看 IP、 源码、网关、 DNS。Setup 的工具啊非常智能。其实刚刚那是我说了，上面是配 DNS， 下面是配 IP， 其实在这里边可以直接配 DNS， 上面那个就可以不用动它，那就写吧。192.168.1.156 子网源码 25.25.25.0 网关 192。 这个网关啊是你的网管，你的内网的网管给你设定好了，去询问它网关是什么。然后呢 DNS 呢，任意 DNS 都可以，我们写北京网通的 DNS 202.100.0.0。 好了，这样的话我的 IP 就配置完成了。保存摁 Tab 键切换到确定上，摁保存，保存被退出，退出，这时候我的 IP 就已经配置完成，非常简单。但是小心啊，它还没有生效，要想让它生效需要重启我的 Linux 或者重启网络服务。那么在原先的 Linux 当中，只要用 setup 配置完成，重启网络服务就可以直接使用。哎，也就是说幻灯片这里，只要用 setup 配置完成，然后重启 network 服务，看 service network restart， 代表把 network 服务重启一下，然后就可以生效了。但是现在我们的 SATO S6.3 变成了它的网卡默认是没有启动的，我们需要手工打开网卡的配置文件。其实我们说啊，如果我们要是没有 setup 命令，要想手工配置 IP， 也是通过修改这个配置文件来进行修改。那原先的 Linux 只要用 setup 加 service 就可以使用，就可以生效。但是现在呢，我们的 ETH0 或者网卡默认它的这句话 onboot 等于是不是 yes 是 no。 onboot 的顾名思义，看 on 是开启， boot 是开机，也就是说这块网卡是否是启动了。那它等于 no， 那肯定是不生效。那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把这个 no 改成 yes， 你这块 setup 配的再好， service 起再多遍，也看不到 ETH。 那现在我就必须要用 vi 打开这个文件，把这个 onboot 等于 no 改成 yes。 那我们来试一下，这个文件比较长啊，大家一定可能需要熟练记忆。杠 etc 下的 sysconfig 下的 network 杠 script 下 ifcfg.eth0。 我的当前 Linux 只有一块网卡，如果有两块网卡，这就会是 eth0 或者 eth1， 用这样的方式来代表多块网卡。现在只有这一个，所以就是 eth0。 打开，现在这个里面我需要你注意把 onboot 改成 yes。 好了，改完之后保存，然后呢重启网络服务 service network restart。 哎，我们是用了远程工具在管理，那一旦重启网络，这个工具会暂时性断开。现在这个工具很智能，如果网络很快就恢复，它会自动的连过来。
但是如果时间过长，这个工具有可能就会发生断接的断开连接的情况，手工再连一下就可以了。好，那现在看四个 IP 都生效了，那我们再来看 ifconfig， 好了， IP 就生效了。这个修改 IP 的方式跟我们前面讲的用 ifconfig 命令的方式来修改，最大的区别就是这是永久生效，不管你是重启网络服务还是重启 Linux 都会永久。还有刚刚前原先讲的 ifconfig 命令是临时生效。还有一个区别就是用这种 setup 的方式，不光可以改 IP 和子网代码，还可以改网关和 DNS。 那至于 IP 子网代码网关 DNS 的区别或者是作用，我们后续会录一些网络基础的视频，在这些视频当中我们会去详细的讲解网络的分类、 IP 地址的分类、子网代码的划分、网关和 DNS 的作用。那暂时你们就知道有 IP 和子网代码就可以在局域网内使用，如果要想访问互联网，要有 IP、子网代码、网关、DNS， 缺一不可。好了，现在我的网是通了，同时呢，要保证你的 Linux 是可以并通真正的互联网，也就是说，你的 Linux 是能连接到互联网上的。这个时候，我们的网络亚米源才可以使用。哎，我们说了，今天要讲网络亚米源，那要用网络亚米源，我得能连接到互联网当中才可以。那么，只要如果你的IP 地址配置正确，那我的 Linux 就会可以正常的连接到互联网。当然要把一台计算机接入到互联网，它有很多不同的方法。那么如果你在家跟我一样是用的这种局域网的方式上网，那么你只要公司的网络或者是教室的网络可以联网，你的 Linux 只要配置这个网段的正确的 IP， 它就可以访问互联网。但是如果是在家里，我们家里一般使用的是拨号上网或者说 ADSL 上网，那这种情况下 Linux 还需要进行专门的 ADSL 拨号设置才可以正常访问网络。这些内容我们都放到网络 Linux 细说 Linux 当中，细说 Linux 网络管理篇当中。我们这一章是系统管理篇，我们不再说这些事情，我们接着看。现在就说我的 Linux 可以上网了，看我已经能拼通新浪了，对吧？那如何来配网络亚米源呢？各位，我们现在 Linux 都非常智能，SATOS 的网络亚米源默认是已经配好了。你现在只要你的 Linux 能联网，什么都不用更改，就可以直接利用 SATOS 的官方网站的这个亚米源服务器进行下载、安装、升级，非常方便。只是啊 ，SATOS 的官方网站在国外连起来有时候可能比较慢，有些同学不愿意用那么慢的网。这时候就可以考虑把它的地址换成国内的公开的免费的一些亚米源地址。哎，这种地址啊，大家可以在百度里尝试去搜索，有很多。那我们现在啊，虽然说网络亚米源不需要做任何更改，不需要做任何配置，但是我要能看懂这个网络亚米源。那我们的网络亚米源在哪呢？它是保存在根下 etc 下亚米点 repos.d 这个目录当中的。我们的亚米网络亚米所有的这个亚米源文件都在这里，在这个目录当中，只要是叫点 IPO 或者名的，都是我们合法的我们的亚米源。这个默认是 base 这个亚米源生效 ，SATOS base， 这就是指的网络亚米源生效。那么我们进来看看，这里除了哪里根下 etc 亚米点 repos.d 当中，除了有 base 基本亚米源之外，还有什么 debug info， 就是 bug 的修这个信息的这个亚米源，本地光盘亚米源、虚拟亚米源等等几个，默认是这个生效。哎，这就说我们如果能联网就用它，如果不能联网就要用它，让它生效，让本地光盘来作为亚米源。那么本地光盘作为亚米源我们后面讲，现在我们能联网我们就用亚米服务器。那打开这个文件看一下，它的内容是这样的，SATOS base 上面的内容都是注释，生效的就是这一部分内容。注意这部分内容它的格式是相同的，换句话说它们定义的是相同的内容，默认这里面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有五个我们的这个亚米源的这个亚米源的源地址池，源或者说叫软件池啊，源软件池存在。那么默认情况下是第一个软件池生效，那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软件池的作用。那么
这个 base 中括号当中就是你这个软件池的名称，或者也叫做容器名称，只要放在这个中括号当中，待会儿用 yaml 查询的时候就能看到这个容器的名字叫什么。这个一般不改，默认是什么写什么就行，你要愿意的话可以改成你自己习惯的。然后呢 name 定义的是我的容器的说明，其实这个说明啊就是跟注释一样，随便定义什么都行。哎，容器的说明，这里是定义了我的这个容器的所在地址的镜像，这个是定义的是容器真正的所在地址。大家可能会发现默认情况下是容器的镜像地址生效了，那这个地址我们已经测试过是可以用的。那如果你不习惯，你可以把它注释掉，把它开启，然后测试一下这个可不可以，这个我也测了也是可以用的。也就是说这个地址池地址和这个地址镜像都是可以直接使用的。那它默认是用的地址镜像没关系，用哪个都行，不改也无所谓。但是换成片上说，我们建议你把它注释掉，这个把这个地址镜像注释掉，而使用真正的地址啊，其实无所谓，只要能用哪个都一样，就是看看哪个快。是其实这两个网站都在国外，速度差不多，用谁都行。然后呢，这是这个地址容器当中最主要的一句话，一个关键字 enable。 如果 enable 是等于0，代表它不生效，如果 enable 等于1，代表这个容器生效。那我们看看在这里没有 enable 这句话，也就是说默认情况下不写 enable， 它的 enable 的值是等于1的，也就是说这个容器和这些容器其实默认都是生效，已经生效了。你要不放心可以手工加一句话 enable 等于1，那其实这里是没有必要，哎，没有必要 enable。 下面这两句话是说我的 RPM 包是否进行数字证书验证。数字证书验证我们在视频当中并没有讲，不过在我们的细说 Linux 当中是写了，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可以去参考一下这个细说这个数字证书啊。那这块不需要做任何更改，不需要做任何更改，默认放在这里即可，默认放在这里即可。好了，那也就是说其实这个默认的这个容器地址池容器已经做过了足够的配置，什么都不用改，你只要打开看懂就可以了。那其实我们说 Linux 现在虽然说非常非常那个怎么说呢，难。为什么呢？没有同一界面，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这种命令行，带来的问题就是难，学习起来不容易接受。但是也有好处，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就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啥意思啊？别人配给 IP 在 Windows 当中，哎，通过这个什么工具打开之后图形界面谁都会。哎，我在企业当中的时候，我是配个 IP 拿这样的方式，我有个同事拿 Windows 来配，配完之后啊，老板说不就配了个 IP 吗？好吧。然后呢，我们登录到服务器，因为服务器是 Linux， 其实也就修改了一下它的 IP 地址相关信息。改完之后重启完，老板站在后面完全不知道你在干嘛。弄，然后你改完之后说给老板说，好了，这个问题解决了。老板说啊，好厉害的样子啊，这也是 Linux 最大的好处啊，外行看起来好像很高端啊。好像感觉都是顶级黑客，其实我不过就是改了 IP 而已。好了，那么 Linux 呢，虽然说学起来很难，但是啊，我们现在的 Linux 它把常用服务的这些配置都已经配好了，默认其实只要打开就可以使用，你只要我知道我干嘛就行。那也就是说这个网络样本源其实是已经配好了，什么都不用更改就可以了。好了，本小节的内容我们说到这里，这一节课我们主要讲了一下 IP 地址的配置方式，然后告诉大家网络样本源它的配置文件里面的含义。这个配置文件不需要做更改，默认其实已经做好了配置。我们下一节课就会来学习一下这个网络样本源怎么样来使用，当然是要使用通过 YAML 命令来使用。好了，这节课就到这里，我们下节课再见。如果你想和我交流 Linux 学习的问题，可以登录兄弟连官方论坛，你就可以找到我。如果你有任何疑问，如果你想获取 Linux 的更多学习资料，请关注细说 Linux 微信公众账号，你就可以找到我。